好，我是孙女。龙年到了，欢迎收看孙女一年一根的过年不忘。这次受到棉床小姐 Morning 早安床垫的邀约，过年回老家享受 Family Time 虽然很快乐，但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很痛苦，因为我的床是一张从国中就睡到现在，根本已经不能再称为弹簧床的弹簧床。还好今年过年终于换上了棉床小姐的 Morning 早安床垫，七天年假我要睡好睡满。吃年夜饭咯，今年跟阿轩师内门的中炮塞订了整桌的年菜，但是因为我爸呢说怕大家吃不完，所以只推出了一半。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吗？黄肠、猪脚、干贝、干贝、鲍鱼吧？哦，鲍鱼啊，小羊排、中炮塞、小羊排，对，中炮塞、绍兴虾、中炮塞、樱花虾米糕、中炮塞的巴西蘑菇汤、中炮塞的佛跳墙。OK， 介绍完毕，开动。米糕超好吃，还不错，米糕。过年前，因为 Kimi 推荐我看韩国僵尸片《毒楼》，看到是一度有点消化不良，于是我哥就倒了红酒来配。是咧拜神哟啦！祭祖果然是我家 DNA。然后因为酒足饭饱，家人们很快就……过不去。就这样度过了除夕夜。大年初一，因为追剧追到半夜三点，加上新床实在太好睡了，一路睡到了中午。哎、欸，那是你同学家吧？弄到了。表姐说她以前小时候有一个同学住在这个将军村。哦，对，我们要去将军村。她同学家呢，门一打开来有一个很大的防空洞啊，而且前面还有一个防空洞哎、欸。每一个防空洞以前都曾经是一个人住的家，所以才叫将军村啊。帮大家 Google 一下。将军村原本叫金城一村，建立于823炮战结束之后，因为这里住的都是一些高阶将领，所以又被称为将军村。村里有运动场、司令台、窑烤、披萨炉，而且家家户户都是带庭院的独栋豪宅啊，所以家里有个防空洞也是很合理啦。这户是宋建雅上校来上校的房子喝咖啡，很特别，他还在门口。这真的是宋上校他家哎，上校家还是蛮大的，好棒哦。一户建，又不是他的，这样走得长哦。他侧面腿再直一点 ，OK OK， 出路，这样你懂了吧？我说我怎么拍都好看。我们要来第二个走春的地点，叫做金山樱花公园。感觉新年呢摸到牛会有好运，然后我就在 Google Map 上面滑了一滑，发现在竹客旁边有个金山街嘛，这边有一个公园呢，里面居然有活生生的牛，而且还不止一只。然后我们一下车就发现有一些娱乐节目。Happy New Year， 新年快乐 ！Good singer， 没有看到牛啊？我哥说有听到牛叫，那再走去前面看一下。哎，我有听到牛叫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就有听到，但是牛感觉在对面之类的、欸。超大声的，那声音很远哎。马西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哇，看不到。哎、欸，那这边的牛真的可以叫竹科牛，人家日本叫和牛嘛，韩国叫韩牛，那我们这边就叫竹科牛哎。台鸡牛，台鸡，感觉肝的部位特别不好吃。买不起台鸡店，还可以买台鸡牛啊。初一的晚上，按照惯例来到阿姨家吃饭。表哥开了一瓶超好喝的清酒，但有人坚持要喝衣柜里挖出来的五八高粱，所以很快就出现了精彩的画面。新沙发坐一下，新沙发坐一下。对啊，我们家新沙发坐一下，坐一下。不要。阿姨鸡脚还没啃完，他老婆在啃鸡脚，我的阿姨都喝醉了。你不要给他做怎样啊？走啦，儿子难养，走啦，我滚大石头。我们今天啊，好了，
我没有要主持啦，再吃，小刚刚在吃饭。这有不好的事情吗？有，绝对剪一支超精彩的。明天就往牙看啊。嗯，主角，干杯，干杯，新年快乐。狗屁的，新年快乐。感谢以上，如遇下架影片，请致电本频道，将有专人为您报价。院里排队美食好吃吗？嗯，其实这种味道都差不多。谢谢。院里臭豆腐40年老店，看起来生意超级爆炸，无敌好。嗯，还不错，没有很臭，但是味道很够。嗯，炸馄饨好吃。院里是我阿布的娘家，我总共有8个阿姨，八个阿姨加阿姨的下一代，加阿姨的下一代的下一代，每年初回娘家那个人潮真的是哦。这个人口密度是很快的，在院里101跨年现场，但凡有人说出都是一种对亲情的考验。距离宣布要拍团体照已经过了5分钟了，又过了5分钟。可以来前面啊，你们的。3, 2, 1，耶！哈哈哈哈哈！主办单位在要求指定动作，指定动作，蛇年合影指定动作价目表：手指爱心10块，脸颊爱心30，双人爱心50。今年过年天气超好，完全就是为了野餐踏青而生的完美日子。各位观众，今天是大年初三，风和日丽，天朗气清，我们准备来新竹青青草原野餐，欢迎新成员。按摩一下，按摩一下。我们在7号师傅。我是9号七。九号师傅是吗？那可以用力一点点吗？啊，好，小力。太用力。九号师傅是来打胎的吗？小力一点点，九号师傅。我不是9号，我是1号。好，一号师傅，小力一点。小力啊，1号师傅想要杀我。啊，好了，啊，我要离场，我要投诉这家店，好可怕！皇上，这两个人想打掉臣妾的龙种。青青草原在我很久之前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总共就只有一片草原。现在不但有1、2、3、4、5片草原之外，还有号称北台湾最长54公尺的磨石子溜滑梯。不知道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北台湾跟磨石子，可能溜滑梯界的封号竞争也是蛮激烈的。青青草原最长的溜滑梯，开始！但后来我发现青青草原最可怕的溜滑梯不是最长的这个，而是第二长的溜滑梯。哎，好慢哦，这个好卡哦，这个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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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表姐如遇提告，拜托不要加和万事兴，明年过年请你吃饭。被我溜到快要累死了。这是姑姑的新床铺，你要坐好掉。我超好跳，才平板。那你们再运动两下，我再开。看你们在那边跳，我这边都不会震动，这个床很棒吧？没错，这就是陪我睡过年假7天的年床小姐 Morning 早安床垫。它最上层是独家生吐司级5公分舒柔层，包覆感超好，
里面还有天然乳胶可以防螨抗菌，表布则是使用 Extra Cool 凉感丝肉纱，就算是夏天也不易闷热，还能有效降低体感温度。然后因为侄子跟侄女很爱用双脚蹂躏床铺，而且大年初一侄女都会准时来我房间叫床。干嘛？但今年不好意思，他在旁边如何蹂躏我都不会有感觉的。原本脚本是这样写啦，但谁知道他今年有叫床新招。好可怕，好可怕。除了这种不讲武德的叫床，再粗暴的蹂躏 Morning 早安床垫都扛得住，因为它里面的中钢独立筒弹簧除了软硬适中之外，还有绝佳的支撑性。而且三四月只要在棉床小姐线下体验馆消费满15,000即可获得刮刮卡一张，3000元开运购物金等你来刮，刮刮卡才累计赠送，买越多送越多，快看下方资讯栏，龙年睡觉没麻烦。今天是大年初四，带大家来朝圣一下新竹的冷门景点宝山双胞胎。哎，是不是有很多手印呢？都是双胞胎的手印吗？旁边有介绍啦，宝山乡的人口大约只有10,000人，却拥有百对以上的双胞胎，相传都是源自于这一口不可思议的双胞胎井。早年村民居民都是用这一口水的水井，目前这口井已经重新整建，对外开放观光。井边不只有双胞胎石娃娃，乡公所更找了专家提示挂在井边，日本朝日电视台还特制了专辑来宝山采访，传播全球，国际级观光景点呢。有双胞胎了，哇，水也太大了，而且大家会拿那个乖乖来拜，乖乖还有多多，没事，你要给他，是要在这边拜乖乖吗？还是都拜啊？我看到人家有乖乖，我就去买乖乖了。那你也是想要怀双胞胎才来拜吗？哦，想要求好运。哦，因为少子化，业务范围被强迫拓展了。从宝山双胞胎井七骑不小心骑到了北埔，没错，就是那个去年也来过的北埔，绝对不是因为没地方去，只是刚好路过，加上去年没有雷到茶哦。这些材料用棍子去磨，所有材料磨到出油就好了。出油好，那只能磨它，不可以用棍子推打它，怕碗打破。好，那最后它的状态变绿色泥状就行了。泥状，好 ，OK。颗粒都不见了哈，那你们两位慢慢磨。好好好，谢谢。我没有磨过这么大锅，老板说全部磨成绿色的泥就可以了。我想再压磨一个时辰吧。说还没，好累啊！真的是要累一个时辰哦，难怪没有人点那个项目啊！好，老板，大家平均都磨这个磨多久？很难讲嘞，要10分钟，5到10分钟。那你的话，你磨多久？我更久了，没有磨更久，因为手受伤没办法。我们已经在做复健很多年了，机会磨这个磨到受伤，真的，我们要关扣腕这两个手你看都变形了，然后这个肩膀整个都不好，所以以后你们要做生意不要做擂茶，知道吗？太累人了。创业不要卖擂茶，笔记。擂半天，最重要的是到底喝起来怎么样呢？口味有点一言难尽，比较偏清淡，但是口感非常丰富的绿豆汤。最后带大家看一下前阵子一直上新闻的新竹快龙 ，A.K.A. 鲁鲁米 ，A.K.A. 台兽阿龙。我觉得蛮可爱的，有没有那么糟嘛？你没有看到它的贡丸在动吗？应该是贡丸吧。除了贡丸会动，听说整点鲁鲁米还会跳舞。我是觉得它不动的话，其实也没有关系。订阅说明。侄女每年过年都有准备春节余兴节目，去年是变魔术，今年是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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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